新鲜，我们现在先没有事的人就先请立坐哈。那我们比较先上就请上先啊，参加好，请人吃好，人吃好。我们不要小看说兜率天的这个禅律界的第四天，在那个弥勒上生经里面啊就有提到哈，所有过去啊释迦牟尼佛他也曾经住在这个兜率天里面，然后呢他到人间普渡所有的众生的时候，在菩提树下这个转这个法轮。那依佛经弥勒上生经的记载，我们将来所有修得好有求道的所有的一贯道天道的弟子，将来的皈依处就是兜率天，然后我们在那边如果功德不足的再补修啊，将来现在不一样，它变成一个莲花帮，所有的环境啊设备啊都跟现在的不一样，每个人都持斋如数都非常的跟天堂一样啊。那时候我们先上升到兜率天，将来再跟随着我们弥勒祖师下生在这个人间的阎浮提。我们现在在南瞻部中，是在这个龙华树下，我们弥勒祖师会转这个法轮哈，就是龙华三会。那我们聆听弥勒祖师的开示，将来每个人最少都会得阿罗汉果，究竟解脱哈。所以兜率天是一个最方便呐，就是让我们能够在那边安住的一个地方哈。所以上天非常慈悲。那兜率天它有分内院跟外院，那我们在想欲界的第四天，那现在自己脱离道场了，自己走觉得比较轻松啊，自由自在，没人管啊，没人约束，后来怎么样，越来越疲惫了，脚步越来越沉重了，就在他再走不下去的时候，就在那一刻他就想着多么舒舒服服的跟着诸天仙佛的脚步踏的每一个步伐，那现在这么辛苦啊，他开始后悔哦。就在这个时候，诸天仙佛有没有放弃他？你后悔了，有反省了，就把你拉回来，继续修行。好，我们结束这个影片哈。我们需要这样吗？不需要哈。我们诸天仙佛，我们今天故意去伤害别人就是不管在社会上还是在道场上，将来那一个轮回还是会让自己遭受这个果报的。那很多你这不，你这叫你的对。有吗？有啊，有啊。